好，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是十月六号，也是我们开服第七天，今天出了新的 SP， 我们进去看一看啊。希望我们今天运气好，能出一个到两个 SP， 但是我这个是不是痴人说梦？小龙，你要不要揍醒我？56抽34抽，那这个太黑了，确实是。今天下午2点钟的这个新区是，我们这个换新服最后一个假期，总共是会开4个换新服，3区到6区都是换新服，进去就送一个 V3， 特别热爽，相当于是免费充值100，给的那个 VIP 的经验就挺好的。哎，快12点说的吗？应该是。我没怎么上来就死，上来就死顺死了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等。开服七天一共充多少？我们就是每天抽300，来加币先。你今天活动哪有活动啊？你看见？那去那里面抽呀，这多简单，走你。好，来一个。OK， 孟老板昨天神四了是吧？我们先看一下他，166亿的深海之主神四，神四诚心，神四的诚心，还有神四的逆龙龙。对，我们今天就要抽诚心或者小五，还有神二的千仞雪，他有五个，神一的五个 SP， 谁是五个？你数一下。哦，6个是。对啊，还有两个原著的也是 SP， 好牛掰啊！他活动在神域里面吗？都就在这儿啊。我们选诚心还是小五？看一下这个小五也好好看，看一眼小五。千雪感觉也挺漂亮的，要先选诚心啊，都看一眼。这诚心感觉画的一般，对，诚心是他那个手是宁荣搞了一个什么事情？对，千雪怎么拿了个剑呢？他不是拿剑的吗？拿了个枪，就像枪一样，有点像枪，一大坨，也可能是一把刀，没关系。小五这有点越往后越强，越前面越没有用。先抽诚心啊，我们就抽诚心。小五还没看，怎么快看一眼？刚看了呀，坐在这里的。哦，那么好看。那好的好的，可以的，这个没感觉。好，小龙现在这个快要出家了，我感觉没有任何的这种世俗的想法。诚心比小五厉害，我们今天就抽一个诚心，直接开始充值吧。小龙充啥呀？你看一下哪些需要充的呀。哇，这个是每天领取的，贼爽，赶紧进六区啊。目前阳是8011的，是的是的，大佬你记性很好。来，我们先不管，我们先去抽奖吧。抽奖你得看那东西在哪来呀。好，今天马上冲到累充3000，马上。你不得看他那个东西在哪里得的吗？你那是神王，我是色王，我不是色王。那先把这两个抽了。我这个确实不是，这游戏能卖材料不能？对，不能交易，很难受的。安气免费的。你们要不教一教小龙这个东西怎么样去抽啊？小龙下播上播之前也不研究一下，这个在哪充钱？我不敢上线啊，到时候出个现实我飞了呀。你早上8点钟之后都可以上。8点钟我起不来。那11点你也可以上来看一眼啊。主线副本挑战30次胜利，挑战150次胜利，或者这个简单。别的呢？累充，累计充值满多少多少都送单充返利，应该是。走你。我操，你1500送这个啊？没关系，单充先充3个6块。三，哎，单是30。走你。三个。一。千雪也要搞的话，我们搞不起。小五和千雪都很漂亮。但是算了吧，各位，我们这个资金有限，我们就是每天300的这个预算。前两天你看，让小龙攒钱，小龙攒不下来，算了，没关系，这干嘛自己打自己？多充了个30。哦，好，问题不大。来2个50。这小龙都自闭了，我们就原谅他吧，好吧？不应该是3个68吗？我们现在开始，我们这个游戏充少玩长，要玩1年，所以我们就少充一点，玩的时间长都会有的，该有都有。前段花了1000多抽的神星，我知道吗？我慢慢干过他，这肯定买完。下午就要返校了是吧？好的好的，祝你学习成绩又好，又能得到你心仪的女孩子的倾心。哦，半月活动要不要给一个 SP 千仞雪是吧？这个也得要。半月活动是不是要搞？觉醒要。好，等等看，觉醒是要的，这边给要了，大家可以下载一下，又还有这个7个游戏就可以了。卡上神，哇，这个全买，全买3000。这个活动就是，哎，谁开了个二府的3月7开了个50，主线胜利才行。李聪你呢？好，累充，今天200了，这些的也不太够啊。就单币充值，充哪一个划算点？现在就是我来看一下，这也没有东西，它为什么有红点？哦，现在没有了。你们刚才说有个活跃的东西，是说可以128买一个东西？我看一下，就之前我们是在哪儿有个限时活动？不在这儿。哦，限时活动，我们这个累充满3000了，先领取一下。这儿的话是高级抽400抽，哎，直接抽100抽，走你。小龙，我们和你各抽50抽，看谁 SS 出的多，怎么样？你抽啊？不赌啊，不赌钱。我先抽一个没有，哇，这是 S 啊，有一个 S， 对，就是 S 啊，小五的 S 不太行，哇，我觉得 S 出很多 ，S 才是真的有用 ，SS 其实 P 没有啊，但是我小龙赌的是 SS， 最后一次，我靠，两粒啊，出了那么多 S， 对啊，你 SS 一个没有啊，那这个赌有啥用啊？嘉年华是吧？好，等等看，这个是三伏，我们要在三伏玩一年的，记得弹幕白是免费送的是吧？好的好的，不用买了，先去抽，它会跳限时，哦好，我们先抽一下看一下。敏之一族，
都没有吗？没有就算了。鬼诈欺骗。哎，好，出来把那个领了。这个好，领完还可以再领。这个是三轮，对吧？第三轮我们这个可以拉完的。这样，我想知道现在这里买那个算不算？哇，花钱也算充值吧？不知道啊，这东西买新人限购呢？算。这里面有新的东西出来哦，精品魂环出来了，但是我们这个没买完，88，这88没有。别担心，小龙，他们说待会儿哦，领个3000块钱的，待会儿会有限时，他们说先抽。嘉年华，啥嘉年华？嘉年华能抽？那先买，抽几包？买，特权购买。对啊，这里没有啊，这里有啥？然后这个我们都买过了是吧？这里没有什么东西，好多领取完成，完成，无条件相信我。好的，谢谢。小不好一点，直接主力后面用 SSP。但是后面的话，你想，我们如果说假设有两个 SSP， 剩下的能用的就是晨星会好一点点。晨星它是一个主 C 吗？对啊。主 C 的话，我们现在已经有个凤凰了，再搞一个主 C 其实也问题不大。好，积分150了，就可以领取。你完了，那你就没了。对，今天你应该能上3亿是吧？好的好的，直接抽晨星吧。加速器在哪弄？各位可以先试一下，就是现在今天这个更新了，蓝色的右边多了一个游戏加速，你们可以试试看。有的说不定是可以用的，它还会继续完善一下的。各位，凤凰没有晨星厉害，那肯定新出的肯定要好一些。来，这抽，我直接试抽，啥都没有。你看，啊，一个有毒吧？直接十中，啊，这16个。我来吧，我来吧。来，我们单抽，单抽2发啊，再抽1发，又是一个。又是一张碎片，那直接来，快点啊！这个就是不要犹豫，直接50，对吧？再快一点，不要犹豫。好，又是12、90、96了，差了一点点。98给15个，这个很难的。我很好奇，孟老板现在是 VIP 多少了？我看一下，14还是？好，激活了神王唐三，来装备，这个就可以疯狂升啊！璀璨昨天10连100多碎片，你不是问孟老板多少吗？他们跟你说14、15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孟老板 VIP 14、15。孟老板今天不会充了200亿，我觉得应该比较难，因为现在就是只出了一个新的卡，别的东西他应该都买完了。是啥呀？狩猎进入10000之地所需的令牌，这是魂环588。这唐三不买，只最多买这个。对，这个88给15个还划算，那边是要98，而且他不会给20抽。抽买。那这个也没事，这也不算现实，这是属于我们刚激活唐三时候给的。哦，这个的话是刚开那个给的，但是也没有现实啊。你们说现实的？因为你没有能够激活今天的 SP 晨星，所以就没有现实。有本事15抽出一个晨星出来走。哎呀，七朵的氪金东西比较多，是的，这我们还有一些这种垃圾石头，赶紧弄一下。呀，还差6关。好，有点梦天一样。孟老板中了一个10块，哎，这个有点少。好，直接来抽，又是3000钻。你看这个钻石其实就是他花钻石花的特别猛，但是他给钻石给的也很凶啊。单发五是不是了？没关系。2、5张还可以。哎，还行的，直接10连。好，哇，出了50，够了够了，各位。我们的晨星间就出来了，舒服。后面换个天雪，后面不用换吧？小五还是天雪？他们说小五能用，但是一般要用就用一个。大家问一下，天雪还是小五啊？其实你们想要的话，我觉得小五好看，小五可以当前排，好看。就是，天雪也是前排用。真的吗？看大家要啥。剑晨星是吧？晨星已经有了。啊，这里还有个98，后面抽 SSB 也会抽。哦，天雪 VIP 会送的，后面会有天使主神。哎，那就是小五吧。千雪他们说半月活动会给我们，直接搞一个小五。先不管，咱们先把晨星合出来，先把晨星升上来。升上来，然后又要充值，别担心啊，各位。好，出了一个 SP 晨星，这个动画我觉得就是没有小五好看。全部升。好，千日用千日雪，好的好的，千雪吧，听大家的。有送的话也可以用，但是我觉得以后我们这些东西都可以有一下用一用。好，你玩什么游戏都喜欢晨星，除了武魂觉醒，因为晨星太菜了是吧？好的。晨星但凡能用你都想用，千人雪后面还会有是吧？但是后面的话也可以升星，只是说他们说现在就强，我们其实也没有说强不强，反正我们该打得过的就能打得过，打不过也打不过呀。晨星也可以主养，反正你就只有5抽算了，不管他，明天再去抽。对啊，我想说现在怎么弄，现在就把日常做一做就没事了，今天钱也抽完了，现实出来了。这个是凤凰神雪，这个能强化一下吗？没有那么强的作用吧，我觉得。168，这里有168吗？我们这里是168，单笔充168给这个钻石，但这里有个168，充了算不算呀？不算，不算的，它只有充钻石才算。我说了。对。对吧？看一下有啥东西。这个 SP 碎片能换很少，现在你刚抽完这个晨星，除非能换80个才有意思，不然没有意思呀。你就换十几个，没有用的。好。主播，你几个亿战力了？我们有17、8亿，稍等一下，待会儿出来看。先激活新的卡，应该能提升不少。没有新的卡。晨星不是吗？晨星没加多少，才17万，17亿。好，17亿。但是说晨星啥都没升。对，今天我们想想看要不要给他升一下，但是
现在暂时还不好升啊，等一下晨星应该能读到一面，我们这些这边能升的都升完了，一下就升满了。我操，就是要点自动挑战呀，你们叫我点鲨鱼，点鲨鱼没用啊，就得点自动挑战。对呀、啊，那个等一下我还没看着，六五四三三二一，来挑战出来，可没直接拿下，好，直接拿下。这个 boss 一直刷，他这个有次数的，所以无所谓。这本月神经兑换好像能升很多战力，什么鸟？几百万？什么鸟啊？没有啊！看排行榜，哇，我们的战力是18亿，十七啊，约等于18。孟老板是180亿，我操，他们怎么这么快？漏都怎么这么多啊？因为他说这个 SP 了吧？诚心四个 SP， 我操，他们都是用诚心，你看他们神医的毛玉都没用。明天我们也可以来这改改，但是这战力也加上去啊，肯定是哪儿我们没有弄对，我们明天全部重升啊，全部重升以后给他升啊，明天来升吧，好吧，出门答题，好嘞，昨天答过40，文武3次，哎，唐三第一个魂环是什么？曼陀罗蛇，是的，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全部题都答对了，很 nice， 今天这个露脸这个东西谢谢你的提醒啊，好的，今天的直播就到这了，好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明天中午12点再见了。